道路起来，所以你有看到这树啊边旧的半瓦地啊，所以伊较早做官来上岸之后要走的这条路叫做古关道，这条是以前上岸之后要走到新竹周边去的，当官的那种，很长，对，很长，一直走上去。不是做生意的，也是做生意，也是从这边运啊。就是说这边的都是重要的商家这样。其实商家不在，应该是讲说这里当初是一个集货地，货物上来集之后，我们新竹当初这边货上来之后是通通拉到我们新竹有一条叫做北门街，嗯，做生意都在那边，所以阮新店人叫来叫大街。那我们骑出去，为啥出去？来，我你即个骑出去了，嗯，一出去第一个路口，嗯，左右转，多送啊，然后你右转，改在这边比较小路，比较方便。谢谢。